到牛仔服，大家肯定不会陌生，并且还会觉得有些太过于老气，仿佛是过于烂大街的单品。其实这种经典又实用的大品永远没有过时这么一说，什么时候翻出来都是最新潮的大品，你只需要掌握他们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就能将一件很常见的大品穿出新意。经久不衰牛仔服的倔强宣言，牛仔服最早是美国西部的一种工作服，后来这种服装受到了时尚圈的青睐，经过多年的改造和设计，逐渐成为了时尚圈中的经典，经久不衰。无论是哪个国家还是地区，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牛仔服仿佛自带宣言，永远都是你衣橱中不可或缺的大品。经典色彩搭配亮色系时髦加分，牛仔服有着很经典的蓝色，或深或浅，在材质的衬托下都有着属于牛仔服的特色。这种颜色如果想要穿的时髦，那么就不妨试一试搭配亮色系单品，可以提亮整体的造型，让你的时尚度大加分，不需要过于繁琐的搭配。从颜色上入手是最为简单的，色彩是秋冬季节最好的时髦利器，为你的牛仔服搭配上一些亮色单品吧。金秋潮流牛仔服越展越时尚，虽然牛仔服已经持续流行了很多年，但是时尚圈就是这样，同样的元素每年或每个几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，而今年秋天你会发现牛仔服的款式越来越长，长度达到小腿位置的牛仔服开始变多起来，穿起来不仅是休闲舒适，而且有着率性洒脱的感觉，可以考虑这个秋天入上一件。